补得紧的啦。你也疯狂买啊！我叫他给我补。我你也疯狂，我狂买啊！酒驾撞车的女子吹酒测迟迟吹不出来，还有远景示范给她看，让一旁看热闹的民众全都笑翻了。阳光眼球，那都在笑你了。你买，你就金盘给我。切哇！来来来，切呀切哇！酒驾自撞还怕闹笑话，女子不太配合，还当场跟远景你来我往，冷笑为。你吹，持续吹。无，黑拢无出来，长吹气。是别人穿开你啊？你深吸一口气，你两个人可以让窗户。你起码得喘气呀。好啦，来啦。紧的啦。十秒，分十秒。上无分十秒。十秒。我先看上个球。无啦。无你也分啊。好妖啊，来啦。醉女胡言乱语，让远景快失去耐心。再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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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吹啊！你不要断。你吹好啊，看麦。来，快点。我请好你啊。哎，妈的吼！醉女抱着电线杆跟远景撸了大约30分钟，而且一直吹不出，酒测直来，还装无辜要远景示范。来呀、啊！来什么？哎，就不配合来。哪有不配合？我就这样吹好不好？我要吹好不好？慢球啊，笑啊！他跟路边停车那台靠得很近，可能他是要稍微偏一下捡东西，还是只是说，他就擦撞上去翻过来。原来27号晚间9点多，台南市这名女子驾驶黑色休旅车，插着路边停放的2辆轿车，当场翻覆，人没事被救出来，但在现场装无辜不肯配合酒测，远景最后只好把她强制送医抽血，换算酒测值超过1毫克，被以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而她在车祸现场一撸就是半小时，拖延的伎俩也让当地居民看了直摇头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